我来数哦，我会数一、二、三，五米队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哇，怎么这里又多了一大堆啊？你这样乌米队怎么数啊？你是乌米队啊，要拿乌米币啊。这是很多乌米。这个菜炒一炒，等一下晚餐吃菜。吃树叶。晚上一吃这个。等一下哦。好，上去。太多了吧？我吃太饱了啦。这是等你看见你而已。不要让学抽烟。没有学抽烟。你看看。看什么看？杨巧云这里。很痒哎。杨巧云。哎，有虫虫跑进去。哎呦。没有。有虫虫吗？这个是鼻屎。哦，是鼻屎哦，不是虫虫。我以为虫虫跑进去。你的口水出来了啦。我以为虫虫跑进去了。虫虫跑进去你的鼻子，晚上再跑出来，好不好？晚上再叫不来。等你睡着了，它就跑出来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要吃你的牙齿，就掰金沙。我会把它切成两半。可是你睡着了啊。那怎么切成两半？